Hello， 大家好。没错，现在正是强化300%的活动，然后我们一样要来强化那个，一样来强化卡片，然后为明天的8+5=9来做准备。然后我上礼拜其实卡都已经买完，然后我也有趁着一样300%的时候，有稍微强化一下，像这个成关刃啊，然后林志平原本就有，再是林成化原本就有，陈子生还有蒋志雄，这些就是上礼拜强化的。那我们这一次要来继续强化其他图，看希望是能够顺利过。陈敏杰，我们先强化。来、，nice。这里的话，我觉得保险价，我们去再买一张陈敏杰。那我们就赌一波了。那虽然几率也是非常高啊。那这里我决定试一下钻石好了。OK， 顺利过了。然后再来是陈伟汉。又1+1爆掉了，没事没事。好，我们来情况吧。这是400钻的，就是不行。你看看啊，跟那个爆掉，希望这个不要了。Nice， 没事没事，跟那个爆掉 OK 的，洗一下业障。再次恭喜我的。OK， 顺利过了，然后再来4+2 ，Nice， 我顺利过了，再来还剩下，大家都没了，好，那我打算。我看一下还有什么可以强化。1500钻，算了，那应该就差不多了。好了，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啦。如果喜欢的影片的话，可以按个赞，然后按个订阅，也开个小铃铛，这样才可以收到及时的发片通知哦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